换衣服，我还有一个表演。刘雨昕，哎，他去哪补妆去了？补妆了，补妆了，补妆去了。刘雨昕来了，刘雨昕回来了。他换了一套。刘雨昕，你不热吗？有一点，有一点。34度的天气，你戴着一个毛线帽，相信你一定有过人之处吧？过人之处。对毛线帽有了新的定义。Show time。帅到我缺氧了，等一下。